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essica 的频道。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道妈妈牌鱼松，印尼话叫做阿崩鱼干。这道菜是妈妈13岁的时候跟外婆在印尼邦干学会的，材料比较简单，你要先买一条带鱼，要是高级一点就买麻膏鱼，买回来之后洗干净，去掉内脏，把白色的鱼鳞刮掉，用清水洗干净，再放到锅里边中火蒸一个半小时，这样就准备好了。配料你要准备两袋椰浆、香茅草、南姜、黄姜，再把它切成片儿。下一步我们要把鱼骨头拿出来，鱼的骨头，是吧？你要有耐心，慢慢的把鱼刺一个一个都要挑出来。这是一道比较花功夫的菜，为了吃的时候不会被鱼刺卡到，所以所有的鱼肉再重新检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小的鱼刺。放一点油，放点油，先用中火、小火、大火，中火，先把鱼肉放。先放一半，再把剩下的一半炸好的调味料全部放进去，中火慢慢炒。现在放这个，加上一袋椰浆，再放一包。是吧？再加上第二包椰浆，继续慢炒。这个是妈妈做的。味道跟妈妈做的一样，再加上一勺半盐，这一道美味可口的鱼松阿波鱼干就大功告成了。这一道妈妈牌的鱼松就做好了，妈妈最喜欢用鱼松加在馒头里边一起吃，也可以加白米饭、粥，都特别香。大家都来试一下吧。 Please subscribe, like and share. Thank you.